能不能来我这儿睡啊？不行，我不敢动啊，我感觉一会儿有人来检查。他们吃了药，肯定睡得死死的。怎么办？嘘，我们继续吧。胡玉兴被抓走了，他怎么连人带床都没了呀？床都没了？对呀，他被绑在床上了。好事儿，该怎么办？我们得去救他。我们这怎么去救他呢？好像他们出门左拐了，而前面推车那个是什么？应该那边的两个人也被抓走了一个。啊。那两个有问题的学生已经带走了，学生们一会儿就要起来上课，我们先撤吧。啊，他有问题？有啥问题啊？刚你推我吗？谁啊？我没推你啊。有个人推我，刚才房间里有别人啊，我也听到声了。啊，谁推我啊？哥哥哥啊，还有人吗？还有人在推我？你旁边应该床上有人吧？现在，哥，谁？哥，谁？哥，没有人。走。这怎么办？哦，哎，门都是开的，那哥们是不是在床下呀？不会，不是刚才那个人一直在拿手在那咬我，是谁啊？那他就这样推我，刚才这样子推你，对，火叔，哎。火叔，啊，出事了，咋了？小明们被带走了，回信也被带走了。啊，他是不是被绑到床上了？我不知道啊，我都没敢正脸看，我背着。那边亮着灯。喂，哦，吃饭。这哪是吃饭呢？解题。Coconut, pineapple。大白石把货柜锁了。ARTPE。怎么全是英语题啊？今天。谁啊？你是谁啊？那个门能不能帮我们打开？哦，胡一星，
一下。我一个人都没敢睁眼，好吓人。明明，快来安慰他，他可能是做噩梦了，给他倒杯水。我没有水，我给你唱歌吧。一闪一闪亮晶晶，我给你读一下朱自清的《背影》吧。爸爸，你走吧。他往车外看了看，说：“我买几个橘子去，你站在此地，不要乱动。”真的会谢，想办法出去。这有一个东西，超市冰柜，你拿着吧。哦 ，yes， 明明你是天才。对的 ，U 盘漂亮。哦，超市收银台柜子密钥，橙色的热气球正在果园上供应小鸟，并肩而行，葡萄架上的果实落在窗台边，应该是拿来解谜的。哦。这是人体器官啊，真的假的？心脏、肺啊，是个学校。妹妹不会是缺斤少两了吧？她脸上有伤。哎，那边灯亮了，怎么全是英语题啊？今天。你是谁啊？我是 NPC， 你信吗？哦，不信。哦，这个门能不能帮我们打开？你这儿这个题应该有个密码。哦，在这儿，密码在这儿。它是一个数字密码。贴棉花糖。哦。哦，等一下哦，感应开锁，就要这俩就够了吧？好，就把两个手放到这儿。不对吧？是刷卡吧？哦，那有个三角标。哦，用密码来开这个柜子，然后拿这个三角标来感应这个，把门推开。对。就现在要输这个密码吗？输这个密码就是根据这个吗？你写上去，谢谢。火树，你们这边是什么地方？哎，你需要什么？能不能管管我们？输这个密码就是根据这个吗？
我们就看这个，手上有的。A R T P E， 这啥？这个。啊，我下班时把货柜锁了。解题 ，coconut pineapple。哦，哎，是不是这个 P 是他们的这个 pineapple 的开头和 passion fruit 的开头，然后这个 T 是它那个 coconut 的结尾跟结尾，就都是共同的那个字母吗？可能是 A 在这里面，两个加起来有几个？我觉得有可能是。这个 P 是他们 pineapple 的开头和 passion fruit 的开头，都是共同的字母吗？可能是 A 在这里面，两个加起来有几个？我觉得有可能是。或者它的第几位 ？A 在这第三位，这也是第三位。然后 R 是第二位，然后 T 的话是最后一位。一二三四五十二，然后 P 的话是开头，一，然后 E 的话就是四，3 2 1 2 1 4。开了吗？开了。你感应两只手推就好了，推吧。推得动吗？哎，别动了，我们没有地方了。哇，哦，这是个这样的门啊！这个门有点高级。还有一位妹妹，这谁啊？这是晶晶吗？是那个？应该是在洗衣房碰到我们的那个女孩。因为还在。我们现在也有两个这个东西，那有个锁，那有个锁。哦，这是冰柜啊。啊，这个。哇哇！那没必要吧？这也不吓人啊。唱到指定位置后关上柜门，唱什么？那是喝。唱到指定位置关门。太激烈了。来吧。哦，他你刚才那个东西，对。你们那边是什么的密码来着？超市、收银台、柜子、密钥。这个，跟你那个谜语有关。来，普通话好的。橙色的热气球正在果园上空与小鸟并肩而行，葡萄架上的果实落在了窗台边。夏日的海边的帆船上装满了椰子的梦想，农民伯伯手中的青苹果清甜可口，百香果和菠萝的香气在小屋里弥漫开来。哦，它是有重力的，你喝到一定位置它就会到一个地方停住。哦，它轻了它就上去了是吧？对。这得与小鸟并肩，对，喝到这儿。哦，这个到窗台，对，这到窗台。帆船上，对，就这儿。哦，是这么玩的。哦，手中要到它那个这儿，对，差不多。在小屋里弥漫开来，小屋里。哦，好，喝吧，一人一瓶。来，一人一瓶吧。你替我也喝一个呗。我替你，我为什么要替你喝？自己喝，我怕喝完了上厕所。喝不了多少。不对，等一下，这个得喝完吧，这个要到这儿。对，第一瓶比较高。啊！
哎呦我！哎，差不多了。我想喝农民伯伯这个。喝到哪呀？这个喝房里。那我喝房。我就算到了吧。差不多。差不多。哎，第二个还不行，要喝到闯我。第二个是谁啊？火树。啊，哪有我呀？不是五个人吗？那你没喝，你去补给有，你去查缺补漏。怎么没有团魂吗？你把所有没喝到的，你全给他喝到了。我们都喝到打嗝，你听到吗？这个葡萄要喝到窗户这儿，你们这根本一点都没喝吗？这不就是，没人喝那个呀。哦，到位了。不容易啊！哦，位置都到了，关上柜门。哦，是不是啊？真是饭啊，饭啊，哦，真是饭，在真的是饭，哇哦，看一下 U 盘，来，咱们看一下吧。7月5号，昨天，这哦，就他们把我们弄进来了吧？这是谁啊？我觉得不会是皮皮或者小安吧？我有可能吗？5点，他是一直在睡啊。今天啊。他的意思可能是说，这个女孩推进去就没出来过，所以那边应该有一个门。哦，那边应该是能出去的。嗯，那去那边看一下。应该可能这儿可以出去吧，是不是？不会他要起来吧？我感觉他可能要起来。是什么东西要在黑暗中去寻找吗？去那边吧，那去那边看一下呗。这里面什么都没有啊。我想想，那里面有一个夜光的开关。怎么了，老铁？
哎呀，我的妈呀！你是不是小安呢？机长。哦，他是引我们去找他是不是？哦，让一下，开门。这是个这么个门，我们就要知道小安发生什么事情了。走吧，下去吧。不会是个滑梯吧？看似有点滑。等一下，我先下去。OK。是。哇。啊，这么高吗？涛涛，哇，好酷啊！文涛下来，长得还挺帅。哇，这个通道怎么突然之间就感觉到了异世界了？这下楼不会是到什么有点科技了，科技感？怪奇物语。没有啊，这不就是一个屋子吗？还是教室？哎呦！他还在里面吗？不在了。我还怎么跑的呀？我等你们好久了。啊，你是？以前我和皮皮最喜欢玩捉迷藏了，可是我们最后一次玩的时候，皮皮竟然消失了。现在你们陪我玩吧。我天哪，要捉迷藏？前面那些房间里有九个柜子，我会藏在其中一个里，等你们来找我。进去之后把门关好，如果有人和我藏在了一起，就会得到我的奖励哟。哦，我真的 Q 都被你给删走了，我真的删 Q 了。我前面说的是九个柜子，在哪儿啊？哎呦，是哪边啊？选哎，选这种柜子。我要开始藏啦。哇，引我们去的哦，脚印，他在藏吗？我，但门打不开，在哪儿啊？从哪儿进去呢？我跟你说，那边呢？那边门开了吗？一个两个了，是不是？咱们要选柜子进吗？要，我们就站在柜子里面，看我们能不能找到他。对，九个柜子，六个人选，队长安排吧。那行吧，来吧，我来安排一下。三个都是红色的吗？上面是红灯，就是三个了，四个了，五个了，一二三四五，我们赌五个柜子。那它会出现在哪儿呢？这柜子里就这几个，五个柜子，没有其他地方了。我要在有两个柜子的房间里面。走，拜拜，赶紧去，赶紧去啊！那咱俩去一个吧。
不对啊，五个柜子怎么分啊？你睡这个吧。那我在这儿吧。我这个我不。哦，那我就在这儿。我在这儿。那我来这个吧。我俩在一个。就这样吧。外面没有了吧？没了，好像。好，那咱俩再一个来吧。哎，明明来，明明，哎呀，你来吧，哎呀，我帮你，我就看你胆子小，我来帮帮你呗。嗯。这要是火球的话，你记不记得？有人耍赖哦，每人都要藏进一个柜子里。你这样吧，咱俩石头剪刀布。我不想出去了。石头剪刀布，输的人出去。因为这有文涛在，我好一点。是，咱俩出来坐。是不是外面还有一个呢？干嘛？文涛，快说来。找一个柜子，没了，走一走，没了，你去看看呗。完了，刘晓松，我不信你了，我可是信了你，我才跟你一起进去的。三，咋了？没有柜子，没有找一个柜子。四，你们在干啥？少一个柜子呀，他说每个人都要进一个，这没有吗？对啊，一二。只有五个呀，看一下，一二三，那边还有一个，那边还有一个门的吗？四，那边还有啊。哦，来这边呗。对啊，这边还有啊。来这边呗。那你去吧。哎，不是，谁去了？管他谁去，他这不是我。你们俩好好去，那我在这儿呗。哎。唉，九个柜子，我们六个人就一个，我肯定选不到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打不开了，火叔。没有，关了。都藏好了，现在谁跟我藏在一起呢？快来找我吧。你们在哪儿？说，文涛，推星，黄子红凡，啊，哎，你在哪儿？什么？哦，这是你啊？哦，你在旁边吗？对啊，你能不能开个门啊？我门开不开？你的门能开开吗？是啊，那你估计就得出去。
我不敢找，我动都不敢动。就我们所有人出不来，你去试试呗。快来找我吧。我真的害怕，好害怕。你加油，可以的，没事。你跟着光走，我就在你旁边，你可以试一试。你加油。小安，小安是你吗？我这个井是干嘛的？没事吧？他抓我！没事，我就在你旁边，你去吗？我不敢去了。没关系的，他不能伤害你。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为什么我要，为什么我要在那个柜子呀？我等八辈子没。我这个门开了，我可以出来帮你。你来吧。对。我过来了，我过来了，你在哪儿？我过来了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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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踢脚了。王子，你先过来。嗯，我过来了，我过来了，你在哪儿？你在哪儿？你在哪儿？嗯 ，OK OK。兄弟们，哎，出来啊！走啊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找，找到了。那个明明被他被锁在那个柜子，锁在柜子后面了。那我们去看一下吧，走吧。啊，我们要去哪儿？那个明明在柜子后面呢。他在柜子里中里。我们先过去看一下。柜子后面。啊，你还在吗？我在。这是一个暗道。等我来找你。你暗道能过去吗？不能，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它。他很矮，那你是不是得爬过去啊？你边上有人吗？谁在敲啊？没人敲。不行！干嘛啊，小艾？咱们俩是不是朋友？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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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咱俩是不是好朋友？退！这个门本来是我藏的，邵明明非要抢这个。天哪，我要怎么办啊？我要去哪？小安，等我一下。我说啊，你们等我一下啊。我们走，我们不走，我们就在门口。好。咱不带抓人的哈。是不是这个门？哦。哎，我在这儿。明义。哎。在哪儿？我在这儿。哎，往哪边走？去那边啊。哎，我在这儿。哎，哎，我听到声了，门，哎，走啊！哦哦，这边有个门哎，这门被明显有问题吗？这门？这是啥？这是个新的空间吧？这新房间吗？这新房间没来过。哦，这还有柜子，这也有柜子，对。这个能出去啊，这儿啊，走走走走走。我、哦、其实是有一个人发现自己的柜子能打开，就要把其他人叫过去。这个门可以开吗？你们？哇，
那其实就是有人发现这个叫他叫大家过来说走了。我不知道，我在那边，我在最远的那个地方。嗯，好，嗯，走吧。所以他给你啥奖励了？我没有奖励，爬来爬去就是奖励。我那个柜子，我以为大家的柜子都是这样的。这怎么看？我从来没这么害怕过。好了，怂哥是不是能占第一位了？哎呀，怎么这么多？哎呦！它会动，你会眨眼睛吗？我看你有单眼皮、双眼皮儿。它会。那应该是这个打开吗？啊，这是个门啊，原来。解锁四位字母。这里还有呢。那个先不急。不应该是上面的颜色吗？是。蓝黄黄绿。不是，你看一下，哦，这是蓝是吧？对。蓝黄黄绿，蓝色。这有一个蓝色的，蓝色就那一个，就这一个吗？对啊，这儿有几个那个黄色的，这个，那儿有一个黄色，这儿有一个黄色，两个黄色。跟贴的纸呢？哎，这是不是黄色是个一？哎，你这么说有道理哦。哇塞，是的。然后这是个四。哎呀，天哪！蓝色是个二。二。是九。是二。哇！温涛哥真厉害，这是五吧？五。对，五。开门。整出数字了，它这个密码不是数字。跟颜色有什么关系？二五一四，就是 A B C D 的二嘛？没有。跟颜色有什么关系 ？A B C D 的二嘛？跟颜色有什么关系？哎，会不会是？这个颜色的第几个字母？哦，对对对，对了，肯定是。第一个是谁啊 ？Yellow 五五 O Orange 啊，加 O 啊。那最后一个是四 K 啊。哦，我的天哪！开了，牛啊，好厉害啊！这不是小安想学的滑板吗？收起来的，对，老师没收的东西。滑板、棒球棒。这有东西。哇，这个是不是你们认识那个陶英才啊？那爸爸，这世界真的那么危险吗？爸爸，我想玩飞镖。爸爸，飞镖可能会扎伤你，不要玩了。
爸，我们去放仙女棒吧。你忘了小时候邻居家失火的事儿吗？从那以后你看到火就会害怕，不要去了。爸爸，我的手工作业要用剪刀。怎么能用这么危险的工具？不可以。爸爸，我想和我的新朋友皮皮去打棒球。小孩子不能玩这些，太容易受伤了。爸爸，我想和皮皮学滑板。不许玩这些危险的东西。好可怜啊他。小安可能是校长儿子，校长女儿，然后被校长过分保护。哎呦，这有个按钮。OK。爸爸，我想出去玩。想出去就不要让我看到柜子里那些东西。那就这边来解这边的谜。连锁字母。不是，这个摆的就很像是数字信息。你比如说它这个有的，你看它框的这是一个什么 C， 然后这是一个 LCL， 然后这是一个 O 吗？这是一个 S， 这是一个 E。close CLCLOSE close。眼睛闭上了，闭眼睛。只要把眼睛闭上就可以。牛啊，文涛，先进来看一波。所以讨厌还是小安的爸爸。可能是，那可能要陶小安，他可能叫。哎呦，这么黑！哎，进来呀、啊！怎么把门打开？进来。那就是门，对门。这是什么呀？哎呦！哎呦，小安吗？哦，皮皮，你咋没关上这儿了？快救他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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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站！那天我和皮皮在玩捉迷藏，我看到他倒在地上，眼前红彤彤的一片，和他脸上痛苦的表情，然后我就被关进了箱子。后来我经常梦见皮皮向我求救，可我就是想不起来那个地方，只记得有个特殊图案。皮皮告诉我，只要我能想起那个特殊图案，就能救他。十个皮皮现在身处的蓝色空间，水缸所在的夹角相连，能组成一个什么图案呢？九个选项只能选一个。这有个问号，那就是求这个夹角，这个夹角就等于那个夹角吗？等角等腰吗？水缸所处的夹角，什么意思？对，水缸所处的夹角就也是这个夹角，它是跟那个一样度数，等腰吗？要用距离算角度，对，要用距离算角度。它每一格是固定的长度吗？你要数格子。对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它的腰是八个，然后底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，对，是一个等腰。哎，不是啊，这边也是一个三角房间啊。这边也是一个等腰三角形啊。这个等腰吗？对，等腰。是呀、啊。这边是多少啊？一二三四五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。八八五。这边是一个这样的锐角等腰，然后这边是一个这样。八八五。
画出来，这都是等腰三角形，都是等腰，这个也是等腰，对，这个也是等腰，所以这个角就等于这个角，对，二倍二哦，这个这是 x 的，这是 x 的，这是二 x 的，这是二 x 的，对，这是180减4x。然后180减3x 等于 2x，x 等于36度 ，x 等于36度。然后呢？那就那个角是36度。对啊。360度转一圈。那这是一个钻石了。像钻石，像钻石。钻石吗？就除了钻石没了呀。等一下，风车长什么样子啊？风车跟那长风车是要缺的，风车是要缺。点了，兄弟们，点吧，钻石，钻石。我们其实根据这等腰三角形、相似三角形，已经推出来那个。水缸的夹角是36度了，然后十个我们就想到是360度，就是一圈。当时那个水一直在上涨，然后时间很紧迫，就大家没有时间去细盘，可能没注意看是蓝色空间。但其实如果是一个底角是36度的等腰三角形，十个围成的其实是一个风车。审题不仔细，然后我们选错了。怎么办？对不起啊。要怎么办？皮皮就没了啊，就不见了。哦，皮皮被淹死了。很遗憾，你们没能救出皮皮。我想起来了，那天皮皮在玩捉迷藏的时候，不小心掉进了风车泳池里。风车泳池。我想救他，可是我怎么也逃不出那个箱子。我用了各种办法想弄清楚箱子是怎么出现的，就像你们在学习室的镜子里看到的那样。不，不要吃，不要吃药，千万不要吃药。我的身体现在不能动，只能通过镜子召唤你们进入我的意识空间。这个意识空间就是一个意识里面。现在我送你们出去。这到底是一个什么地方呀？这是有小安是不是？我们都是机器人好像。你们俩异常待修复，你们都不是真人，是机器人。啊！皮皮注销。小安正在修复中。小安在修复中。小安在。为什么我跟回心也待修复啊？待修复，修复啥？他的确像那种意识上载脑机植入晶片的那种。哦，那里这儿。哦，这有一个屏幕。天使学员，天使学员，守护天使计划负责人陶英才。2030年6月1号，就是10年前。嗯，项目背景：世界很危险，孩子很脆弱，给孩子的世界构建一道防火墙，屏蔽一切危险，是无菌培养才能健康成长。主要使用手段及功能，将设定好程序的芯片植入孩子脑中。当程序检测到危险时，如暴力、血腥、死亡等画面等相关字眼时，会响起警报。哦，在孩子的意识空间降落一个箱子，屏蔽他的一切感知。孩子在现实世界中会立即爆头。
现存问题及解决方案：一、目前版本的芯片存在不稳定性，屏蔽功能会间歇性失效，需尽快将孩子放进芯片修复舱进行修复，清除它在失效期间产生的记忆。二、以午休抽查背诵的名义设置屏蔽词汇，在学习室检测芯片状态。什么词汇啊？死。春蚕到死丝方尽，里面有个死。春蚕到死丝方尽。哦。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反馈表，皮皮。该学生植入芯片后存在抑郁症倾向，存在自残行为。晶晶，我存在自闭症倾向，请另外注意。小丁是出现严重的情绪认知障碍。为什么？管阿姨会生气的。我是哪个床啊？快睡觉吧。宿管阿姨会生气的。都有问题，就都有问题。植入芯片之后都会存在问题。对。三、植入者如意外死亡，芯片将需关闭芯片，请前往芯片总控室启动关闭程序。这有一个路线图。嗯，我们在芯片监测室。上楼，就上楼。出去，然后上楼到还有吗？是。躺在这儿吧。你已在房间停留15分钟，如需离开，请按说明进行操作。此门为动态密码，每30秒更新一次，请按下确认后，墙上大屏将显示出密码，在30秒内按对密码即可开门。啊，按吧。确认。好。啥呀？啥玩意儿啊？在哪输来着？墙上也没出现什么呀。我这个密码按完以后，它会上面锁定一个，就是我按它的那个时间的那个截停。哦，我明白了，这，哎，哎，只有这几个人亮着。哎，哦，这个就是密码吧？哦，我知道了，这个地方是动态密码。对，然后那个地方我们要输。每个人来按一个，来，注意啊！还有 C， 根本来不及，按慢了，还挺快啊，看着都晚了，来不及，对，看着来不及，这太难，那要咋办啊？有没有可能它变得是有规律的？H I J K， 是按顺序来的啦。O C Q R S U V W X Y Z， 那这就 OK 了。一定要想到前一个是什么。对，我来办。哎，我好了，好了吧、哦、对了，好，可以了。哎呦，开门啊，那就可以开门了。哦，对，哦，门开了。哎呀，然后呢？呀，你还蛮大胆的。走啊，你蛮大胆的。我是看着亮了，感觉应该不是吓人的。是没有吓人的，应该没有了。上楼吧。哦，我们要上楼。对。啊，对，人家不有那个地图让咱们上楼吗？对，地图让我们上去。
我觉得可能高压有什么关系。这儿是有什么说法吗？那儿有个锁，那儿有个锁。这儿你看这个灯专门照着它。对呀、啊。应该有点啥吧？他这还特意弄了个。背后有什么东西吗？他这个兜里有钥匙。哦天哪！牛牛牛，厉害！就这个，就这个吧，来吧。是。哎，小手不错呀、啊，一摸摸一个准儿。不用，不用。是什么？干嘛？哇，这是干嘛呀？大场面。哦。您已进入安防通道区域，通道共有44个格子，部分安全，部分危险。如果踩上危险格子，3秒后将落入深渊。深渊，深渊，好天哪！好天哪！好天哪！只有同时踩上安全格子，出口大门才会开启。哇塞，好帅气！他弹上的那一刻，我们看一看有没有什么线索。哎，这个是不是这儿的地图啊？这个东西。对。要干嘛？我们看这个调试记录。调试记录。第一次调试将所有格子变为安全格，第二次调试在上一次调试的基础上将偶数号的格子改为危险格，所有能被二整除的都变。第三次调试是在上一次调试的基础上改变被三整除的格子状态，如果是危险就变为安全，如果是安全就变为危险。第四次就是被四整除的，接下来之后都是按照同样的规则一直到第44次，然后调试最终完毕了。那就是看被调试了多少次，其实就是看1到44里面每一个数字它有多少个因数，因数的个数代表它被调试的次数，对，它初始都是安全的，所以因数是奇数的数字，它是安全的。那我们都算一下吧。一有一个因数，二有两个因数，三有两个因数，四有三个因数，五有两个因数，六有四个因数，七有两个因数，八有四个因数，九有三个因数，十有一个因数，十一有两个因数，十二有一二三四六十二六个因数，十六有五个因数，25。三个因数，一二四七十四二十八，二十九两个，三十九又四个，44有六个。那因数是奇数个数的就。有几个？问你，因数是奇数个数的有几个？一二三四五六的平方，完全平方数，它们的因数的个数都是奇数。对，只有平方数才是安全的。对对对。所以我们就快速的跑到平方数上去，跑到平方数上去。哎，36对不对？36对不对？你说多少？36。36，对，那就是对。自信的。好。
那我们就直接过去啊。好，哎，大家都知道自己站哪吧？哎，二师傅住在这儿啊，我知道16吧？那我就到。16，哎呦，16，哎呦，怎么说？16，36，还有你们找吧，你们找吧。然后自己找，自己找，完全平方数五二十五。那我这个。你们谁给我指个数啊？哎，那我们下，你走到你，哎，皇子，皇子，你走到9，让邵明明找最后一个。来吧，就差你了，明明。我站哪儿啊？我，你想一想，好好思考一下，好好想一想啊，好好想一想，明明。我站哪儿啊？我5 25 22 得4，对，33 得9，44 16，66 36，77 49，没有那个数，没有那个数，太难了，没了。我自己看一下，4没了。往后看哈，往后看，16 17 18 19 20 21 22，有没有呢？22 22 24，不要浪费时间了，就站在那儿，就站在那儿，快点，站好。现在开始判定，请双手抱紧，放在胸前。我还挺紧张。站在格子中心区域。哎呦，我真的会害怕。哎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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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真的会谢！吓我一跳！哎呀！哎呀！哦，吓死我了！哇塞，你们好厉害呀！哇！走喽！这里已经没有空调了，胡老师，马上就到室外了。哎呦，哇！收个本儿。我永远忘不了那场意外。在小安3岁时，邻居家发生了火灾。当时在他们家玩耍的小安亲眼目睹了惨烈的火灾现场。那段时间，他只要看到火，甚至身边人一提到火，火，啊！那件事对他产生很大的心理阴影，让我陷入深深的自责中。怪我没有保护好他。从那以后，我不允许让小安受到任何一点伤害，我要让他在健康的环境。我决定研发一款芯片来屏蔽外界的危险，并将这个项目取名为守护。芯片一旦关闭将永久失效。那当然关。选择。全选。没什么思考的吧？那个不用思考，这思考什么思考？关。他应该可以恢复吧？醒过来，想必是你们已经发现箱子的秘密了。嗯，谢谢你们能够把我从黑暗中拯救出来，也非常感谢你们拯救了其他的同学。
你们也尽快离开吧。今天真的很谢谢你们。不客气。我还以为有什么特别的呢。解除。不是，推不开，推不开。我们尽快离开。他让我们尽快离开，但不让我们走啊。哇哇哇！这个怎么在动啊？这什么东西啊？这是？它是移动的，高级啊！是个什么呀？太空飞船。芯片已把解除，可解锁打开操纵台，移动房间到橙色区域上。移动房间，系统识别后自动降落。我们现在是飞起来的呀？这什么？而且我们要解锁这个东西，这个东西要怎么解锁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个怎么解锁呢？哎，哎呦，哎呦，哇！哎，这不是吧？我们在天上，我们真的在飞。让我们在骑着，让我们在骑着。啊啊！没事，我不行了，我不行了。这个什么东西之类？陶校长，你如果忘了怎么打开操纵台，可以看一下天台上的桌子。天台上的？我不看。那边就是那边那几个舒适的桌子。那边就是那边那几个舒适的桌子。哦。159258456357。红色的是159，然后橙色是456。这几个数字有什么关系？哦，那个九件。九件，因为都中间都是我，1234567891，258就是竖的、方向，红色159，159就是斜的，我258是绿色，258，然后456是橙色，黄色是357，这样。可以控制了，我们要把我们放到哪儿？橙色区域上方在哪儿？哪儿有橙色区域啊？前后左右，我们要把我们放到橙色区域上方。不是，那就是不是前后左右，就是我们是不是那个呀？是不是那个？对，那个下面那个，我们要把我们放到橙色区域上方。它比如是个摇臂的话，它的左是向左转，右是向右转，对，前是往前，后是往后。它的左是向左转，右是向右转，前是往前，后是往后。因为他说要降落嘛，那我们就是要降落到它的正上方，然后对，所以说我们要一直往，我们要一直往那边，那就是往后呗。那就是我管它的点。在转，我们在控制这个吊车。咱们得保持一下平衡。我说我们保持一下平衡，你站我们站一排。当我看到外边是被吊在空中的时候，我已经不太想参与了。我整个人就在旁边开始，就尽量让自己不要崩溃就好了。不要崩溃就好了。哪有什么橙色区啊？现在有降低吗？还没有，还没降低。什么时候到降低那个环节，跟我们说一下。
他胆小吧，我起码全程我没有过这种尖叫吧，因为他尖叫了好几次，我没喊起码就已经赢了吧。因为他说降落嘛，那我们就是要降落的到他的正上方，然后对，所以说我们要一直往，我们要一直往那边。求求了，老师们操作一下，操作一下吧。那去我左嘛，那我摁左了。没，左左左左左左。我不，他在降落是不是？再左前，再左前，再左前，还在，我还在往左，我还在往左。这两个胆子真大。左前，左前，左前。对，我还在。OK， 过来了，过来了。你检测到承受吸引，将自动降落，自动降落，自由落体。啥样的过来了？别过来，别过来，我们走。我们站这边，对对对，平衡，平衡。可以下了是不是？安德森，安德森，安德森，我好想死呀！我说你还记得我们说坠落的时候天上掉下来？哇！这么高？哎呦！这么高？很高！哇，速度挺快的，这波玩的真大！哎呦！这波是真牛！啊！你真的牛！哎呦！到了，到了！鼓掌！哎，兄弟们，操作成功，降落了！哎呀，不容易啊！太不容易了！真的牛，真的牛！哇！哦，这正儿八经是一个集装箱！哎，它的方向好正啊！哇，厉害，太厉害了！厉害，厉害，厉害！来，三二一，密室大逃脱第四季大神版成功！